消委會測試了25款卷裝廁紙，發現每卷的張數和重量都有很大的差異，最長比最短的長一倍，但每卷的售價只是貴8毫子。劉浩庭報導。卷卷廁紙睇落差唔多，即使拎上手都唔係咁容易比較得到。消委會比較咗25款廁紙樣本嘅淨重、張數、長度同總面積，發現可以差好遠。每卷平均張數最少嘅係維達立體壓花衛生紙，得173張。維潔雅 Jumbo 200就最多，有332張，兩款相差接近90%，但平均每卷嘅價錢差唔多。維達賣3.8。維潔雅就賣3.9。如果計長度，思傑嘅三層經濟裝純白衛生紙係25款中最短嘅，得20.2米，平均每卷賣3.1。最長嘅係維達藍色經典，長41.7米，足足長思傑1倍，但每卷都只係貴8毫子。呢兩款嘅淨重分別係85克同196克，相差111克。消委會形容係一卷當兩卷用。只係有大約一半測試樣本有標示重量，消委會敦促供應商喺包裝上邊清楚標示淨重量、張數同尺寸，等消費者可以比較。冇咗呢啲咁樣嘅數量化嘅水平咧，係可以衡量嘅話咧，咁你肉眼咧單憑肉眼去評量話一卷廁紙比兩。即係唔同嘅廁紙去比較咧，差唔多係可以講話冇可能嘅。即係揼一揼佢咧，究竟嗰個嘅嗰個叫做直徑啦嚇，究竟邊一個長啲咧？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可以照人手或者人肉方法咧去估算下啦。消委會又話，壓花嘅廁紙通常都捲得鬆啲，建議消費者揀啲比較重磅、捲得密啲、撳落去唔容易下陷嘅產品，亦都要留意下個紙筒嘅粗幼。有線電視記者劉婷報道。